恭读圣马太国福音。耶稣开始用比喻甲伊人答话。有一个人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掘了一个杂草地，画有一个修木个台，祝福幸福就离开。到了时节，就打发了仆人去葡萄园个，甲幸福收果实。幸福掠伊，怕伊，使伊空手转去。如今又打发了另外个仆人去，伊人也出声，甲伊拍了，羞辱。如今又打发另外一个，伊人将他杀掉。其他个仆人去了，也是受拍。如今有一个囝，最后就打发伊去。伊心想，伊人会更当我的日子。但是合作很苦，彼此说，这个人是其神经，来人将伊杀掉，将来个所业都归人，就将伊杀了，抛弃到葡萄园外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理这事？伊要消灭这座恨妇，将葡萄园另外租予其他的人。恁无读过，所抛弃的石头，方就成为处卡的基脚。这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都默默默当神妙莫测。伊人明白这个比喻是基于伊人说的，就是爱掠伊，但是因为害怕恐惊，就离开走路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教会兄弟姐妹，今日耶稣主用这个比喻，及起初十字架，经师甲长老，打了这个道理。一旦有一个主人将伊个土地个葡萄园，交予植树人去管，了伊是无得结果实个时候，伊个仆人也得去收植树果实。但是植树很苦，唔单单无将植树果实交给伊，了还将植树仆人拍了太了。到后一个主人就晓得伊爱派家己个独生子去。伊人会更同意，但是伊人也将伊杀害了。耶稣主打这个比喻，其实也是打伊人犹太人的历史，对伊人的历史来背，天主派向了衰灾去劝说伊人，但是真侪时候伊人无听这个衰灾的话。了后，天主子耶稣家己亲自来到世上，来教训世人。但是这座宗教的领袖也无听，也无接受耶稣主天主下旨。所以耶稣主打是比喻，其实大概是事实。了，伊就先讲一个道理，希望大家都希望这撮人听了会明白，会回头，会悔改。但是伊人无。伊人发誓爱掠耶稣，爱对付伊。但是这一摆，因为伊人惊起出困境，所以伊人就放弃啊，这个主意，也袂动手杀害耶稣。了，为咱家己这个比喻有啥物意思？咱在天主个葡萄园，就是天主个国。了，天主赐咱别人。不当个这个恩宠，就希望咱到这个葡萄园，天主个国来拜，有边甲这个关系。天主错发人真罪，有咱甲咱个恩宠，有咱个环境，有咱个家庭，有咱个社会，咱所处个地方，
真侪时候，咱有真侪个恩痛，也天主希望咱好好个来工作，了会甲真侪每双个角色。但是真侪时候，咱以为即撮物件是咱家己个，咱用天主个恩痛，只想为着家己个利益、家己个好处，了无想着别人，无想着天主，无爱想为天主个国。去甲即个角色，无想爱交出即撮角色来分享，所以虽将即个比如本来是担一撮犹太人个领袖，但是其实也是担人。咱对天主是咩态度？咱做咩到天主个即个葡萄园天国来拜，有较好好对天主个旨意来管理？了也好好个将这撮角色交出来，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